消毒过以后，它在运送的过程当中，包括它要盖起来，不能够有粪便什么掉出来。那每一次消毒都让那个病毒的量降到最低。这个没有健康证明跟消毒证明是不能够从这里经过。国企的运送啊，其实每一关都有检查。对对对。其实将来啊，这个院长讲得好了，其实是要把它传统再升级。对。不是只有复。不是复阳。对对对对，现在一定这样。应该是要。现在一定这样，一定这样。对啊。定一些。我们需要要求的这个规格跟标准，所以我觉得富养这是看得比较远，这样。对，所以说像那个水晶这一部分，也希望能够使用密闭式的方式。对，对不对？现在政策上也是这样。密闭式或者是在某一些季节，像欧洲哈，它是候鸟来的季节，大概有5个月，在空旷的地方绝对不能看到有家禽。那平常它不是候鸟季节，它还是在外面。好，那什么意思？就是在那个季节之前，它就对把它送宰了。不是送宰，它要关到里面来。关了。好，那这样子这个就完成了啦。